好好找找吧，啊！哎呀，这天上地下，你可都好好找找，好好查查，有什么人呀？啊，每个小细节你都不要错过，对吧？哎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里面有人吗？哎呦，这床里是不是有人啊？没有。哎，哎呀，所以我说你们今天闹的真的是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呢？啊？哎呀，我很生气啊！你告诉那个醋坛子啊，今天的这个事儿我跟他没完。非常生气，哎呀！这个不是，哎，那个谁的手机在响啊？大变活人，他是那个，你干嘛？哎，你拍什么照啊？你别拍，别拍！哎呀，你别拍了，别！哎，你还拍？拍什么呀你？你别！我要真找女人的话，我能把女人带到自己家饭店楼上吗？我傻呀我！我刚刚这照片拍的真好，你看，你们俩这肢体。这神态，说你们没问题都没人信。秦氏，我才是你亲哥哥，好不好啊？啊，你怎么总是帮着外人搞我呀？你把照片删了，删了。哎，我现在的身份是任梅梅的代理律师，秦先生啊，你得自重。那你那律师费不是从我兜里出去的？照片删了。秦总，对不起啊。都是我的错，秦律师，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要不，我出去跟梅梅姐解释解释。你跟她解释什么呀？咱俩清清白白，你解释什么呀？啊？你说，你出去找她，你还不够当盘菜让她给啃了呢？你先退去。跟我走吧。去哪儿？想离婚吗？你让他先签。凭什么我先签啊？他提的离婚。哎哎，睁眼说瞎话了吧？啊，刚才你听见了，是他先说的，这回你不能总帮他了吧？啊，我没说。你没说你失忆了吧你？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可以不要这么幼稚了吗？